长、市长、李秘书长、各位议员、市府各单位主管、各媒体小姐、先生、本会同仁，大家早。现在出席达法定人数，恭请议长主持。林市长、李秘书长、本会叶秘书长、各位议员同仁以及市府各单位的主管，还有我们新闻媒体好朋友，大家早。好，我们现在进入市政总检讨。我们现在张耿辉张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啊，大家早啊。那有关本次的市长您的施政总报告啊，里面啊，个人呢、啊，当然也看了一下，昨天也听了你报告、啊，但在这边呢、啊，有几项啊，跟市长、啊、还有市府团队啊，做参考的。那首先啊，对于本次的内容啊，我个人呢、啊，觉得评比啊，应该是不及格。为什么？里面啊，可能啊，空荡啊，然后了无新意啊。尤其啊，对于本次的、啊、重大的事情啊，基隆市啊，最近很重大的事情，市长你也很清楚，一个就是肠病毒，而且已经正式的宣告为进入啊肠病毒时期。那在五月之前啊，五月一号之前，也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一次我们总执行啊，是昨天，相关单位包括卫生局、教育处，自然在计划里面啊。我市长我看不到啊，你这一次啊，向本位的同仁啊，来提出报告啊，你们的因应作为或防范措施。或许啊，你在市汇报也有所指示，但是不要忘了，议会是啊，最高的基隆市最高的民意机关，你有义务的，应该要在这一次啊，来提出报告，但是都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一次啊，很遗憾的，也没有看到，这次我们要追加预算。即将6亿，我看资料里面啊，又6亿多，也没有在报告资料里面啊提出啊，向本位同仁啊，为什么啊，你们这一次起六六行为走啊，想那位追加预算，来希望我们本位同仁能够支持。哦，举例啦，我想很多的、啊、道路来讲，为什么你的用心很好，道路要平，这次也追加多少，但是也没有提相关的研考处啊，你应该啊。好好的啊，不是说你各科报来，你应该要结合当地的基隆的情势、社会的情势，你应该啊要各单位报告。所以为什么我会打不及格呢？因为你们这一次难得比第一次，你们在报告里面有23页，第二次12页，这一次增加36页，也比第一次的报告要多13页。可是很多的重要的事情，你们竟然没有报告。像举例来讲，图书馆延长时间，这个在张市长时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同仁就提的，不是因为市长，你像一些协同跟你建议，媒体透过媒体也出来了，我们也很清楚，这是说啊，也不需要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啊，你多添加你的页数，你应该确实把目前你所要做的事情，很重大的事情，在这时候提出来。所以啊，本席啊，认为你这一次啊，还有市政报告的内容有待加强。第四点啊，复都中心，本席很遗憾的，第一次总执行没有提到，这次不提，第二次也没有提，第三次也没提。一个复都中心啊，我想市府团队，包括市长，你应该啊，要取经一下。取经到哪里呢？去到各县市啊，他县市去看看，人家的复都中心是如何来规划。我们呢，复都中心既然置之不提，本席感到非常遗憾。第五点啊，尤其啊，市长你今天报纸也写了很大篇，那个邮轮啊，母港啊，基隆市为邮轮的母港，而且啊，你也非常高兴啊，
说我们也大概58万啦、啊，我看这是报纸应该写的，今天某个报社有写，我也把它拿起来，因为早上我有做功课，大概75万人数啊，而且占全台的89%。其实啊，基隆港啊，交通部的基隆港把基隆市列为观光休憩港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啊实施这个游轮啊进我们本市，但这些。你的构想是非常好，本席是持肯定的、啊。可是这个都是中央的、啊，中央单位啊，交通部啊，港务局的，他理不理我们，信不信我们，我不希望啊。市长上任以后啊，又重蹈覆辙啊，以前的所有的啊，历任的执政啊，画一个大饼在那边，而且你要有切实际的。今天游轮啊，再来多数的人数啊。我不晓得交理处你有没有去看，都往哪里带？叫游览车有咱车几排拢在等，几台101啊，台北市去啊，没有在我们基隆市的休闲啊，都是有在休闲。我也希望啊，我们交理处你要提出啊具体事实啊，向本会报告，这样啊，表示说游轮啊能够来这边带动我们基隆市的观光休闲产业。应该啊，据本席了解，至今啊，没有什么对我们基隆市啊有影响很多的。有啊，影响可能会交通一些交通啊，游览车啊一大堆啊在那边排的，会影响这是一个交通问题。那补充报告的就是说，你的游轮来，我们当初啊，市长，我相信在上一次的总执行的时候也问过，我们有没有5、6星级的饭店？没有。然后有没有很大的休闲观光据点？没有。停车空间更没有，所以本席为什么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你应该提出什么？要求港务局应该协助基隆市。你既然把我们列入观光休憩港，就有那个责任跟义务来协助基隆市，本市来争取很多的对我们基隆市不合理，包括我们要盖建设5、6星级的饭店，跟观光休憩港很多法条的限制。没有办法去发展，这一些你应该提出这个，因为港务局你只是向中央来喊话，这一些不见得他理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希望我们赶快做我们的规划。第六点啊，很遗憾的啊，刚才讲的你一直嘲笑啊我们母港，就是游轮港，不要忘了我们基隆市啊是天然良港，在经济自由贸易港期的时候。已经把我们基隆市好不容易化为我们的物流中心的集散港，很多包括我们南港台北市区的一些贸易公司应该都是从我们基隆市这边来出港，因为较近。但是啊，你这边资料里面有提到很好，你是有比我们前任的要好一点是怎么样呢？你有提到的是说我们的基隆河谷廊带这个地带跟百湖地区的整个工业整体发展，问题只有这短短的几个季、几地而已。我们要看的、要听的是说你如何规划，准备怎么规划，准备几年来完成，这一些是应该向本会来报告。我们要听的也是说，要听到这一些，结果很遗憾的，几句话把它带过去。所以说，那个研考处啊，你以后啊，你要朝着这个方向。不是的，但这些东西2届以上的比较多啦，哦，本席也大概4届的吧。听了，我希望不是说你这个光这些啊几句话带过去，本位的同仁要听的说是你的具体措施在哪里，你的因应作为在哪里，未来经费的来源怎么去取得，这一些才是真正的报告。你这报告这是什么东西啊？延长时间。媒体都有报告出来了，不需要在这个再报告，而且讲了很久，那讲出来等于是打我们基隆市议会的脸啊！请听你啥意思？这个已经讲很久了，结果我们议员要延长时间，我相信资料都可以查得出来，结果你在这个时候报告，媒体也报告出来，小朋友去澄清固然不错，要听市长要听意见是绝对没错的，可是议会提了多久了？所以说以上啊种种啊。因为时间关系啊，假设有二次
再讲的话，我题目还很多，我留给我们同仁还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以上是本席啊，对于啊市长你这次施政报告里面提出啊个人的看法。那不够的话，我总执行还会继续再问，谢谢。好，谢谢我们张耿辉。我们议员同仁对于市长的施政总报告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吕美玲吕议员。主席，大家好。在那个市长的施政总报告里面哈，讲得非常的多，我们也认为说这是一个这市长在讲他所有的这个攻击哦，所有所做的这个事情，当然非常感谢我们市府团队这么尽心这么努力哦。在这里呢有几点请那个市长可不可以提出来哦。第一点就是市长非常注重这个公共的运输，所以呢公共的运输在这里呢呈现了两点，一点就是我们的公车哦，它是我们所有的市民最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城际运输2088。在这里呢市长有讲到这个2088上线到现在哦，这个频繁的往返到基隆跟台北，的确不管我在基隆也好，或者是甚至我到了台北也好，我也看到了这个基隆的所谓直达公车，我看到非常的兴奋。蛮可惜的一点哦，也就是你们准备要努力的一点，你们准认为说你们会在经由评估然后让它能够经由社区，但是在这一点我就会觉得蛮怀疑的。2088公车呢在当初上线之前，你们发了8次的新闻稿，做了8次的宣传哦，做了8次的宣传，一件事你们做了8次的宣传，可惜我们在8次之前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们一定要经过山海关的社区，可是你们都不愿意。好，我今天看到了你这个报告，我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一个2088，如果你下回在所谓修正路线的时候，在经过山海关的时候，你可以再做8次的宣传，也就是呢一个路线一件事情可以一次现在可以做，为什么要等到以后呢？但原来你们就是要利用媒体，一件事情做成了一次可以解决，你们不要往满门那来哦，我可以做16次，等6个月以后你们再把它换到山海关社区。有可能因为我今天质询了市长，你跟我有心结，你的 why 啊，然后再让他们再等，等到你下任。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件事情你要这么的玩，这么的搞，难道媒体的曝光会比市民的需求更重要吗？或许你会觉得选票非常重要，又这样的玩法。可是啊，你今天选市长不是为了你拿到的权力你去乱搞，是为了拿到的权力帮市民做更多的事，是因为你觉得上一届做的上一任做的不够好，不是这样吗？所以这个2088我们真的很期待哦。你说要6个月，实际上法规规范的非常的清楚，他没有说一定要6个月，他说有必要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是随时可以改的。但是你们拿了这个法令呢是只有拿一半来给我们看，不是说服，是在压我们，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好哦。所以2088我希望不是6个月再检讨，是马上就要去做了。这个攻击也是全部都是你林佑昌市长的，不要说是别人的，全部都是你的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公车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公车的投诉，坐公车的投诉现在减少了，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减少，因为投诉是没用的。当投诉没用的话，你认为他会一而再再而三投诉吗？不可能嘛。你知道吗，你现在要买的低底盘公车要增加26辆。我一直在说你，当你第一年上来的时候，我就问你低底盘公车的公车站有多少可以来上下车，公车站没有啊，
整个基隆市只有一个啊，你再买这个有什么意义？结果你知道公车司机怎么玩吗？需要坐低底盘公车的这些都是残障人士，都是行动不方便的人。他要求你有一个特教的妈妈，他的儿子是特教的，他必须要带着他。他说你把车子收起来，抱着他上来，我才要让你去坐，否则你不要坐。你说这样可以吗？公车的司机的品质，你认为因为客数减少？客数减少是因为死心了啊，不是因为它减少。如果你也有，你能够人家客数你就去查的话，我告诉你今天不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有多少的议员接到客数？有多少的里长接到客数？有多少的妈妈们或者那些阿公阿嬷无言的摇头，他们讲不出话，气得没有办法讲话，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所以你还觉得哦，我很好，我优良司机表扬。我告诉你，司机好不好，我们最清楚。我们甚至呢，在过去好几年前的话，司机如果表现良好，居民打电话来，使用者打电话来，我马上跟公车处处长报告。可是现在打电话来，从来没有跟欧露，全部都写满。然后再来的话，公车处你们花了多少的钱？交旅处也花了多少的钱？难道公车没有办法准时到达吗？难道每次一定要大家不是等30分钟，等一个小时，就是一来就是3班4班？到现在，你第一年上任，我们就在讲到现在已经1年半了，还是如此。你最骄傲的是这个。可是为什么你不把这个东西好好的来检讨？你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说实在你有在做，但是问题是你看得到吗？还是你视而不见？那另外有一个我想请教一下，你在博爱停车场加装的电动车的充电设施，请问那是机车还是汽车？等一下请告诉我们。还有请告诉我们，为什么你加在这个地方？我们基隆市的电动车有非常的多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停车场里面，而不是像过去普罗大众都知道的是放在类似所谓的加气站公共的设施里面，而不是我必须要进到停车场里面，而且还必须是博爱停车场里面我才能够来充电？如果按照你的想法的话，那是不是每一个停车场你都必须要去加？那你这个预算你是动用哪一条预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有这么样一个你认为是非常好的政绩，只是我们会觉得你的预算从哪里来，你的经费从哪里来，你等一下说明哦。那你未来的话是每一个停车场你都要加装呢，还是你是不是要选择一个公共大家都可以去的，像加油站旁边也好，或其他的公共设施也好，而不是放在里面什么样怎样啊？快去停车，该会使充气。我觉得这个哈是值得去检讨改善的。那另外，你讲到我们教育的方面哦，我不知道你所认为的一直在所谓的学习加分里面，你现在呢在教育的这个部分，你希望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室你都有所谓的数位化，你可不可以先去查一下，先去调查一下，到目前为止基隆市的家庭哪一个家庭没有数位化？哪一个家庭没有电脑？其实数位化已经不是你今天帮助学生的学习的重要的依据，因为啊，他即使他们家里没有电脑，一个手机就可以让他要什么资料都可以的。你最多就是我学校增加列印机，
对不对？我电脑，我从我的手机要什么，我就放下去。我说啊，我要这样的资料，你列印出来。你这个数位化其实过时了。10年前、20年前做的事，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做，你要飞跃啊，你要跳跃啊，你不是我跟着做啊，跟着做也是落伍了。20年前的事情，你现在还在做，那就是浪费嘛。你增加的这么多的东西，孩子的学习，你认为增加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些网咖给他完善出来，对不对？网咖孩子会更容易去啊，他学习会更快啊，对不对？那你就把网咖管理好嘛，对不对？网咖还可以做一个教学的辅助单位啊，那不是又让孩子可以不用流连网咖，又可以把网咖当作是一个很好的竞技场。那你学校的这些数位化，你就可以省下来了嘛？因为真正学生利用到学校数位化的东西是很少的。你一个礼拜几堂课呢？你只不过在消化预算而已嘛。而且，学生最重要的品德教育，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市长该怎么帮助学生在这一方面，该学到的、该知道的，都透过我们的小学教育、幼稚园教育、国中教育这些基本教育、基础教育来学会最基本的自主管理的能力，最基本的尊师重道，最基本的孝顺父母、尊重长辈、友爱兄弟姐妹，在最基本的不要欺负弱小、不要霸凌，这些东西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教育。否则你跟他讲，你说你放了多少的硬体，我告诉你，每一个家庭即使非常的穷困，都有透过很多的管道可以拿到这些所谓你所谓的数位化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增加孩子啊道德观念啊，没有办法增加孩子的学习能力啊。孩子学习能力只有他愿意学，而不是拿着这些硬体。所以在这边，我希望能够告诉我们，你今天延长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非常棒的，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非常多的议员在关心也要求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像您这样子哦，有这个独断，我就是可以马上开放。但我们中正图书馆后来有开放了，有延长的，那也是在您之前就有了。可是现在我要提醒我们市长的，我们教改教改改到现在呢，最重要的不是学习成绩啊，你到现在还是在重视他的学习成绩。我刚才讲的那品德教育呢，不说谎，对不对？不张扬自己的好，老老实实的做事的。我在想，这些大概市长您也不是很重视哦，所以伦理教育、道德品德教育你怎么去推动，是不是等一下也可以来告诉我们？还有你讲的非常多啊，我们告诉我们去哪边啊，你差不多一年你出去出国不到一年，11个月你出国了8次，平均1点多个月你出国一次，你说你推展的国民外交等等的，可是啊，是推展你个人的国民外交。那基隆呢？基隆的特产品呢？你把熊本市带进来了，我想请问一下，你等一下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基隆的特产品什么时候可以到日本，不管是到熊本也好，或是到哪一个城市也好，什么时候可以到那边去展出？等一下也请你回答我们，你在8次的出国期间，你有6次哦，一次到美国，一次到韩国，你有6次是到日本，你跟日本的关系这么的密切，甚至把他们特产品引到我们的基隆火车站、旧的火车站来展出，这个是全这个基隆市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可是可不可以你也第一次把我们的特产品、基隆特产品拿到日本去展？否则的话，你只不过在行销别人啊。你不要忘了，你是基隆的市长，你不是日本市长，对不对？你不是日本的熊本市市长，你是基隆的，所以
请你多多的为基隆来推销行销。那最后一点，我真的非常感谢您哦。我在10年前我就认为基隆一定要成为邮轮中心，你把它定位为东亚国际邮轮营运中心，我那时候的定位叫做亚洲国际邮轮营运中心。那这个东西呢，我非常的感谢你能够这么用心。可是现在问题来了，邮轮都来到基隆了，他们愿意留下来消费吗？他们愿意留下来消费的时候，你什么地方让人家消费？是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永远都只是庙口而已？我必须提醒市长，庙口真正的基隆人在那边做的有几个？税收是没有，哎，是零，哎。你怎么帮基隆来？不是去给人家拿那个回馈金啊，那什么山坡地回馈金，拿到中央去。你真正拿到税的，你去不没有去做。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成为营运中心的话，请你告诉我们，怎么样把邮轮的客人留下来？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来 shopping？什么地方可以来让他们居住跟旅游？等一下也一并告诉我们，谢谢。好，我们还有没有同仁？我们张拱辉张议员，我们杨秀玉议员，请做准备。啊，谢谢主席啊！啊，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知道。等会啊，等会啊，叫上来好不好？哦，不，你因为你第二次发言，你先让好不好？好，杨秀玉，嘿啦，谢谢啦，谢谢啦，我们杨秀玉杨议员，谢谢主席。针对哦，昨天这个市长的是市政总报告书哈，总报告哦，本席没记错的话，在第18届第二次的这个定期会哦。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建港130这个200万的业绩删除掉了哈。那么市议会认为是这个建港130啊，跟这个港公司的这个事情啊，是属于上港公司的事情，跟我们市府跟这个市府应该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将这笔预算也删除了，是不是？那么我一直在想说，这一次这个建港130这个钱是从哪里来，是一直让本席有纳闷不解啊。本席从政以来啊，是一个很尊重程序正义哦及法治精神的一个市议员。是一，那我们当时啊，我们宋议长也讲，也将这一笔的预算也确定已经删除了。只要跟建港130有关的这个市府的活动啊，我都有在注意，也都不参加。那结果还是无意中我也参加了一场，就是我们七堵的这个烟火节。那这个七堵烟火节，这个烟火节庆祝这个元宵节的节庆，跟建港130有什么关系？我第二天啊，我服务处的电话都灌爆了，哦，很多民众都打电话来骂。我是觉得市长你要尊重议会，议会都已经把这个审查已经审查将这笔预算也已经删除掉了，你还执意要办，是什么原因一定非办不可呢？还是说你有跟厂商已经有瞧好了，还是什么？我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你以后送到议会办任何的活动的预算啊，我们都把它删了嘛，反正你市长你有办法把钱变出来嘛，不要把府会这个关系搞得那么难看哦。我是希望你跟各党团要协商沟通哦，只要为我们基隆市好的，我相信呢，我们议员我们议会同仁都会支持你的。谢谢。好，我们现在请秦真秦议员，还有哪一位？啊，那个庄景田议员，请做准备。好，谢谢议长哈。我们这一次的市长总报告，看到林市长哈，在这个报告整个内容，只是把他这一年度所做的事情的做一个报告而已，是工作报告而已。好，其实，在本席认为，你是把你所做的这一面好的一面去说出来，但是你没有讲你在整个进行过程中的一个后续的一个功能的效益显现出来。而比如说，你说要把基隆市，这个环境创造像赖户，什么赖户内海艺术季的这种国际性的知名盛会，那为什么你不把我们现在的基隆市的周年庆把它打造成更国际化呢？我们有现成的东西，现成的民俗文化，现成可以向国际发扬的这些节庆，为什么不去利用，而要去学习别人？当然学习别人是他那个盛况，
我们是值得去效法去努力的。但是在现有的我们基础的我们在地文化的这种本土的这种情形之下的历史下，为什么不去发扬光大？你要另要创造一个所谓的国际环境艺术季，像这种情形，如果假如基隆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国际环境艺术季的发源地或产地的话，当然我们积极要去推动。但是在无中生有之下硬要去推，那是浪费时间，事倍功半。所以说本席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就以我们在地的文化积极的去创造我们国际性的这个所谓的观光效能出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第二个再来讲，你说你的公共运输上你做了很多，确实你把所谓上班族的一个公车的这个捷运系统或者通行系统去解决了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车辆不足、班次不接不上的这个问题。可是你们想到我们基隆市公车处目前所营运的社区的路线的之间的到市区或到任何的一个转运的站的时候，社区的巴士不足。我曾经在大会咨询上希望我们基隆市在公车处的一个规划路线上，应该要就于现在实际生活上的社区形态的路线去做开拓和规划，但是我们基隆市政府一直做不到，一直没有做出来。好，你做不出来也罢，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社区的路线路权我们开放出来，鼓励我们民间客运业者或者私人营运的客运业者他们来参与来行驶。我想这是跟民生比较贴切的一个所谓的交通运输功能，是我们大家能感觉有小确幸。所以说在此本席也曾经提过，是不是我们在老人这个优惠的地方，我们在公车交通运输上定一个办法出来，也可以给予民营业者他们享受到政府的一个补助，然后来可以愿意来接驳我们这些所谓的市区公车的老人优惠的部分。因为现在民营业者很多说我来接可以，但是你们老人的这一块我要如何处理？因为你们市公车有优惠，很多长者认为说既然是市公车的路线，为什么客运业者没有优惠啊，并没有金融市政府可以优惠？这一点不知道市政委有没有去探讨，曾经也本席也提过，希望能奠定这部分的一个所谓客运民营公车的一个补助办法出来，让我们基隆市的老人者他有所谓的一个比较善良的一个搭乘公共运输的一个功能出来。再来我还讲说你所说的所谓的这个停车空间的一个增加，停车空间的增加当然是我们市政本来应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这边要请问一点，我们在所谓建筑法规里面奖励公共投资的这些的公共车位还有所缴的替代代金的这个部分的专款还有它的功能有没有显现出来？你使用到哪里去？我们所谓的替代的公共投资公共设施的一个代金的专款有没有用在专用上？应该这笔钱就应该用在交通公共停车位上的一个规划的专款专用，这一点不知道我们市政府这笔钱用到哪里去，希望待会儿这个部分请你说明一下，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长期累积下来这笔的经费是非常非常的可观，这笔费用应该用在专款专用上建设我们基隆市公共停车空间的一个专款专用的一个方向去，而不是当有公库的所谓的行政可以普罗大众的去公开使用公共使用。再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我们所谓的这个教育，我们教育现在我们陈处长非常的积极创造非常的教学的一个理念和一个方向出来，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家长目前对于我们教育处所推的任何的教育方向方针非常的不了解？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基隆的教育未来是何去何从，让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孩子如何去导向他一个教育的环境的一个去处？现在有所谓的公办民营，还有实验学校，还有什么人文学校等等，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特色学校，真的让我们学生家长真的听得不飒飒，不知道我的孩子应该去朝哪个方向去走。我希望说在教育处这方面应该有完整的一个教育的论述，
让我们基隆市的家长呢了解我们未来的孩子的教育政策如何去参与。再还有一个所谓的封闭型大型自由汽车的社区的一个道路的维修，很感谢市长在这次预算里有编的经费来解决我们所谓的饥饿式住宅道路不平整的问题。但是这个所谓设计道路维护办法是在市政府行政程序里面定的，但是没有送到我们议会来。本席曾经也要求送，希望送到议会来，让我们大家了解，公诸于世，让我们基隆所有的社区公益大家知道我们政府的补助办法的一个范畴在哪里。不然现在市长已经公布了是要做编了一亿多的经费要做这社区道路的维护，但是很多社区都打电话来问，哎，问的小贵也是吧？问的小贵也是吧？好，为啥行进？要如何的申请？所以这个办法应该公诸出来，让所有的饥饿式住宅的这些管理委员会他们知道，他们的条件符不符合这项的补助，符不符合这项的一个所谓的道路社区的整修的要件？我想这一点也很重要，好。还有就是说天空的缆线，现在我们只知道在主干道把所有的电缆地下化，还有一些的缆线拆除掉，但是我们很多的次要的主干道，比如安乐社区、大武仁地区，都是我们也是主要干道，为何未见我们的缆线的所谓的地下化？我们只是看到在市区里面，哦，我们爱一路、下一路、仁义路、仁二路这部分，那请问我们其他的区域的这些缆线？何时的可以进行做一个所谓的整理，我想这一点也应该要说明，可是今天都没有看到在这个报告里面，只看到我们市长说他已经把这所谓的天这个架空的缆线清理掉，恢复了我们基隆天这个天际线，这是市区，但是我们整个市不是光在市区里，我们整个市的景观应该在全市，因为现在面临的我们基隆市是一个海港社区，外地到基隆观光游览海港的人非常的多，大仁区就是往新北市的衔接点，我们安乐社区也是往新北的一个衔接点，我想还有中山区是一个海线的一个关键点，这些的区域的缆线对我们市容的整景观也是非常的一个所谓的意向的一个改善的必须。再来就是说我们的老人日照中心成立，当然我们林市长也积极的陆陆续续成立了几所，但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学校的现在少子化的因素，学校的教室空间非常的充裕，为什么不就近的来创造我们的老人日照中心或老人的生活中心，让我们这些就近社区的长者他们就近可以在他家的附近不出500公尺以内可以就近的去参与所谓老人生活中心的一切我们政府的照料，我想应该朝这个方向积极的请我们社会处去做规划，去做一个进一步的去实施，我想对长者来讲确实非常贴切的一个所谓的老人福利。最后我来请问一下，关于说开辟了弱势家庭免费集体投保微型的投保了微型的这个保险，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这对我们弱势家来讲是确实照顾了他们的一个所谓的及时的一个家庭困境的一个福利。但是我请问一下，我们过去的所谓一个死亡的这一个补助这个办法是不是仍然可以存在？因为曾经我们市长曾经有跟本人探讨过，希望是否能可以把这个办法废掉，在此本人很明确的告知，这个福利是全民的福利，而不是单一的福利，不便于去废除掉。所以你今天在这个弱势家庭的给他们更强而有力的一个福利，本席觉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过去的所谓的这个意外补助，我们过去也是保险或者改为意外补助的一个慰助金的方向呢，这个办法不宜停止，希望说继续的存在。我想这部分希望我们林市长能知道，这是我们过去几届大家一直延续来，也可以傲视于全台湾省的唯一县市有这个所谓的福利，我想不宜把它拆除掉。所以最后呢，我希望说我们在历年的这个运动场的维修方面，我们是有维修，但是后续的维护保养，我想在我们市政府这部分应该要编入年度的经费，还有社区公共维护的部分也应该要编入所谓的经费。我们发觉我们过去政府只是做建但是而不是维护，
所以这点会造成很多我们过去公共建设的一些上面呢，造成很多的社会的里面的诟病。刚养鸡养狗，啊，派啊，我们修理，好，甚至我们要拆除掉，我们政府还有很多的顾虑，啊，我想这一点是对我们地方的公共安全上是非常大的不利的一个思考逻辑，哈。所以本席希望在以上的这几点提示，希望我们市政府啊，我们林市长能确切的能做适宜的这个修正和加强，谢谢。好，我们谢谢行政议员，我们现在请庄景田议员、游祥耀议员去做准备。谢谢主席啊，市长就任一年多来啊，我感觉你团队真用心，嘛真打拼拢去做，但是看到咱你所念的施政总报告有一点失望，为什么？因为你下在工作啊，拢是例行的工作。咱讲实在，市长你来出国也好，还是你无伫只工作才有行，因为你真用心，但是你做工作拢是一般执行，因为你是市长，是执行者，是总经理，你是舵手，你应该甲这只船啊，甲人无共款来驶。啊，你即摆我看起来，你拢是甲中央的工作接落去伫做。我毋是讲毋对，但是安尼无法度看到变景，无法度中长期的预期效果，予咱市民有感受讲，你真正政策在哪里？吼，你这一年来所推动的教育问题、医患。这嘛是中央现代应该爱有的，交通嘛是同款啊。大家拢讲你基隆捷快捷公车，啊，这2088，伊的效益好唔好，应该是对的。但是这个工作较早台去分散发车路你做啊，是你这部阁增加，但是重要的效益有啊无？这拢爱去监督的所在。吼，你讲是污水这管理是全国第一名，这管理是前朝一直直接来接来，唔是你即摆在接的。这方向嘛拢对，但是本身较矮是中长期，因为甲这未来内底看到拢无看到未来中长期，因为你讲今年130年、100建港、130周年，所有的活动拢有挂，你重点伫6月25，6月25海洋嘉年华会的游行过去嘛是有啊，但是你是来扩大，你佮有暗会，这嘛真好，但是伊的效益，可能迄天办煞，第二天大家拢袂记。比种花佫较无好，种花无嘛佫一礼拜、十天、两礼拜会芳，啊，种树也是，予下一代拢会成长。所以本身是有一个建议，因为遮侪方向，你从这市政报告内底，尤其是伊个吉兰港，你要甲国际东亚营运中心，这甲咱有啥物关系？咱有关系是应该咱的配套伫倒位，吼，你像讲。吉人伊个即个即游轮伫吉人遮济，甲目前有留伫吉人是偌济，咱的配套欠缺伫倒位，咱来有即个位啊下手，把遮个工作机会，把遮个人留着，互吉人去增加即个工作上，啊，甲增加咱的税收，这是应该咱市政府方目标的方向。所以伫即个位啊，我也未看到原因。我拄好讲你真拍拼无对，但方向有点偏左。吼，啊，你讲像捷运。第一个报告内底第一项，捷运有两摆流标，应该你爱去弘扬去流，紧去赶紧。你后壁佫加一个游轮母港捷运，你甲咱的东侧甲桃园的航空捷运搭台北生活圈来，这是真好。但是这个捷运会成无？无可能啊！即摆有要推动的，你应该针对这个物件去行。安尼，咱既然是真正有得到效益。效益才会达到，无你公共遮济，像这营运中心，然后啦，这个游轮母港捷运，这是一个新的名词，但是这是未来看袂到，应该看会到方向来做。所以我是感觉讲，吉兰市上重要，我一直对吉兰市政府无真心伫甲港务计划甲基隆的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你若这两项该结合通盘就该围出来，使用分区。商业区伫倒位，工业区伫倒位，住宅区伫倒位，甲吉兰市创造大型的饭店，有大型的卖场，有 shopping mall， 互因有当会当休困的所在。你讲像海科馆中央起的，咱吉兰市配套做有够。深澳支线的火车，有伫行无？有啊，咱的配套有无？嘛是无啊。
所以这是真可惜的所在。所以本席是建议讲，市长你应该把港务计划、基隆的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紧甲大为民归出来，和所有未来的这个建商也好啊、厂商也好啊，和咱即摆新成立的这个公社会回去招商，安尼宜兰市才会当甲游客留住。无你即个目前所做的物件，我相信环境嘛无，中期嘛无，干咱每年照执行的例行工作安尼在做，足可惜。无采恁这么拍拼，这么用心在做，所以我是建议讲，基隆市的通盘检讨应该爱紧接着甲港务公司来结合。无你港务局所做个，甲咱拢无关系啦。你讲是营运中心，后摆你升港啊啥，迄甲咱嘛无关系。相关的是咱的配套，所以我本是建议讲，都市的通盘检讨应该要加紧来做，予咱未来会当讲要做啥物话，看会到、摕到，这是咱的目标。宝贵的意见，我们现在请游翔耀游议员、于三发议员，请做准备。谢主席哦。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末代武士》，我相信很多人看过这部片子。末代武士它的背景啊，就是明治维新的初年，明治天皇刚登基的时候，新旧观念的冲突，新旧利益的冲突，新旧势力的倾轧，最严重的那个时代，啊，那个关键，那个电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了，说一个啊，要改革的人，一个要振衰起敝的时代，会有非常多的困境，也有非常多的机会。那好的领导人，就是掌握机会，化逆境为顺境。这部片子我看了以后，我这个就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这样子。我认为说，市长这个市政总报告啊，写的不是很多啦，但是你做的事情比这个还多啦。这个就是做事人的态度，多做少说了，你说那么多做不到也没有用啊，对不对？以前曾经有位市长啊，光念这个念了两个钟头啊，结果也没有做事啊。市政评比还是全台湾最后一名啊，念那么多有什么用？对不对？啊，自己做事太多，多做少说，多做少说啊，这一点我是本席是给你肯定的。第二点，我倒是认为了啊，当然你这个市政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及了啊。以前啊，这个李进勇当市长的时候，你现在 看一看，那一段时间只有四年，那段时间他所做的公共造产应该不在少数了，这边有很多老公务员，他们都很清楚，不在少数了。但是没有一个公共造产有落款，李进勇，你去找，找到了人，我给请他一碗牛肉面。落款李进勇没有。我这个全国嘛，这也是一种做事人的一种心态跟胸怀的。我也希望说以后林市长，我希望你能够做满八年，好好为基隆做一些事情。啊，当然是我也给你建议的啊。再说的公共造产，我们不要看到林佑昌三个字了。就算你不落款，人也知道是你做的嘛。因为民国几年。谁当市长，这个很清楚啊，这是非常清楚啊，对不对？有时候啊，你不说，你不我俄罗斯你敢叫人打了，让大家用搞的俄罗斯就人打了，对，这或许有把人讲啊，或许那个爱监督个个缺点。本席倒是比较纳闷，就是说之前呢，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陈水扁先生当总统。我们有建议，这个地方各族群的语言长期受到打压，所以说那时候雷厉风行的
来推广乡土教学跟乡土教育。一直到呢2008年以后，马英九执政了、一直到2000到明天为止，好像就是虎头蛇尾了。在处长，现在有没有每个学校都有将乡土教学？有没有每个学校有没有普及？你不敢回答我，我相信没有了。我相信没有了，对不对？有的话你就抬头看看我，没有的话你就低着头就好了。有没有？明明有这个政策，但是我们没有去做啊！每个学校都有，我都不相信，我一点都不相信，对不对？因为这事是不公平的。人家说啊，要消灭一个民族，先断他的舌啊，对不对？那长期以来，我们独尊北京话，其他的各族群的舌头都快被剪断了，都快被剪断了。包括原住民，包括客家，包括胡老，对不对？差不多拢都不用加登去啊啦！我讲讲讲讲台语，讲拢不用加登去啊啦！讲这是不公平。曾经我捌看一个同学听一条南非人唱国歌，南非唱国歌是用英国族群的话，一人唱一句。市长，你安用葫芦话唱？国歌袂用，你看袂用，袂用。文化局彭局长，你是客家，你也用客家话唱国歌无？会用无？陈明正行到甲问啦，紧走去啊！伊袂用用原住民唱国歌，所以呢，即摆听伊讲。总统要搞这典礼的时阵，有叫咱屏东百万族的原住民来唱国歌，有听讲，还未听一下，唔知啦。听讲真精彩，听讲真精彩，对吧？我知影市长你是一真强调文化的人，但是到目前，我认为对小学，其实我拢咧明扎暗讽。卡数那有的所在，有一半囡仔有，也是应付应付，也是应付应付，对不？虽然两公专营专正义专营正义，难道这是专营正义真重要的文化一部分吗？文化一部分吗？这种袂好笑的嘛？讲用唱歌，没人唱啊！除非用北京话以外，我人唱啊。咱拢对北京来的吗？也不是啊，也不是啊。所以我来咪，我希望市长是袂当真清楚，来宣泄你对转型正义文化方面的很多教育，会当重新阁开始，会当真普遍化。我有两个经验。一摆我伫市场食青梅，早时啊，运动煞你爱食青梅。一个小学六年学生囡仔去甲头家，啊，伊是要真想要讲单位哦，迄嘛单囡仔，啊，用头家甲你卖，你有卖花生无？啥物是花生？花生是单位吗？唔是吧？还有一次经验，一个囡仔去一间杂货店，迄卖拢我去听到的，用买快件。低啦，低啦。可能香港一直对2000年个当，这個、政策并无变化，一直到今仔日，当小学六年还是囡仔，上少嘛读两三年啊吧。好，对三年开始，我来讲，四年嘛好，这简单的物件，伊拢唔知嘛，对吧？对，我是希望讲，市场呐会当在正面，
你会使在咱地方合法督促，你相关的单位合法落实啦。有阵啊一挂文化的营造啦，嘛是你对外真好的软体的财产，你去安平看，安平家家户户拢挂啥？挂剑狮哦，你看哦，差不多家家户拢挂剑狮哦。我唔知道是伊家己挂的，还是政府出钱给伊去挂，我都唔知啊。但伊迄个意象就造出来，意象就造出来，那意象造出来，对不对？所以我想起要营造一个文化的都市，要营造一个观光为导向的都市，一定要好好来做文化建设啦。哦，那边是咪市长会当对众民？啊，做一个简单的回答，谢谢。好，我们是有想要宝贵意见，我们现在请余三方余议员、韩良奇议员，请做准备。好，谢谢议长哈。那么，我想这一次我们市长的整个施政总报告里面哈，我想一开始刚刚我们也有同仁提到了哈，针对建港130周年哈，我想我们在议会。已经有很明确表态说，如果港务公司没有什么善意的一个动作对我们地方的话，我们应该不用去花我们基隆市的钱来替他做一个建港130周年。可是我们觉得很奇怪哈，200万都删掉了哈，可是我们市政府还是很热衷的去在每一个活动都编列到所谓的都会提到130周年庆哈。我想问一下说。钱从何处来了？哦，为什么每一次的活动里面都会去推广建港130周年？我看我们港务公司好像到目前为止，只有把自己仓库里面的 Hinoki 拿出来做一条船摆在那个地方之外，什么都没做。好像连之前也曾经提过说，130周年要在我们的那个基隆港，办一个国际划龙舟，结果后来说时间来不及。所以没有办了，哦，不了了之。我想，我们合理怀疑哦，会不会是在我们各个活动的里面，每个活动里面，有没有去动用到原本的经费，来出来推广建港130周年？要不然为什么没有经费的情况之下，每一个活动都在热脸贴我们港务公司130周年这个冷屁股？哦，这一点我想，希望市长。给我们一个交代哈，给我们一个解释哈。我们不希望说，为了要推广130周年，去排挤到我们每一个活动的预算哈。那接下来在我们市长提到的这个施政里面，讲到了停车位的这方面哈，我想林林总统讲了很多，方向目标很好，也真的有在为我们基隆做事没有错。可是从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仁爱信义停车场，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市长你想的才算数，才有去做。到目前为止，我想我们本会同仁，尤其是我个人，都有提到社区型的停车需求，可是提案也提了，会刊了，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可是市长你想做的。都在里面都写出来，我想你只注重市区，根本没有去想到我们基隆市市民的社区。我们非常多的民间呐，为了停车位水深火热啊，结果你整个市长市政报告里面，通通只提到市区，完全没有顾虑到我们民间这个社区的需求。所以我想，希望市长在这个市政报告之外，能够多为我们。地方想一想，包括我们的那个安乐社区这个地方，也一直在希望能够把那个建筑国小对面的附近的空地，是不是可以把它弄来做的立体停车场？我之前一直在争取的，希望安乐国小后方的立体停车场，甚至于基金一路135巷这个地方，都是民间叫苦连天需要停车位的地方。只要这个土地问题。都很简单，只要一些法令上你们去突破，怎么样去解决，自然而然就可以很快去解决。
我想是不是应该多花点心思在这个地方哈，不要只把这整个眼光都放在市区啦，哦，应该多想想社区哈。那么接下来再提到说那个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的事情哈，我想本席在几个社区哈，在跟他们接触的情况之下，有一些社区他根本没有管委会，没有钱接管，有的社区财务状况不佳。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在一个多礼拜前参加了有个国阳大地社区，他们的住户大会里面提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为了配合接管，他们需要花500多万来配合接管，可是偏偏他们整个管委会所剩的金额也是500多万，一两被配合另料，你的整个社区就从头再来了，里面钱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市长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多花点心思，看要用什么方式或是找什么单位来配合一下，让这些我们很清楚可以知道某些社区或许因为之前的那个管委会不健全，或者是因为他刚刚成立，或是甚至他根本没有办法成立，针对这些他们有心想配合接管的，能不能请什么单位让他们做无息的分析，让他们能够有那个心也有那个能力来配我们的这个接管。像这个社区就是一个例子，我若要配合你接管，我整个社区所有钱用了去，我都没钱了。好，这方面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些协助，一些资源哈？好，最后我们提到的就是在治安方面哈，我想整个施政报告里面在治安方面，市长你只提到了监视器，但是而且监视器你提的内容好像跟我们民间感受到的好像有点落差哈。你说妥善率啊100%啊，那个镜头妥善率92.98%等等，我想好像跟民间所感受到的啊，经常有一些需要用到监视器的时候所感受到好像有点落差。那这个我们姑且先不讨论哈，以针对你整个市长施政报告里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哈，现在全台湾毒品泛滥的情形非常非常的严重，哦，尤其我像我据我所知，我们基隆好像也这个毒品泛滥的情形也蛮严重的哈，更尤其是整个往下扎根，哦，毒品泛滥的情形，校园的毒品问题，我想是否在针对这方面，基隆是怎么样成为全台湾最致力于防治毒品、防治校园毒品泛滥，我想应该是往这方面要多做努力。我看好像今天这份报告里面，好像报喜不报忧，都报说，哦，我们做了什么多好的事情，已经有什么很好的，可是并没有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防治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哦，尤其我刚提到的，哦，毒品泛滥、校园毒品里面只字未提，我希望除了这一本里面之外，希望我们市长能够往这方面多加努力。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三八议员宝贵的意见。我们现在请韩良奇韩议员、陈东才议员，请做准备。谢谢议长。我看了这篇报告，很遗憾。我以为有一个年轻的市长，可以带动基隆市整个的活络起来，而且这个报告应该很有霸气，结果感觉不到，完全还是千篇一律，讲说他做了什么，然后看不到基隆的方向，基隆市怎么走。我看到这个报告还是感觉到基隆市似乎导向是住宅型的都市，没有预备说有什么做法。譬如说，哦，市长很可能你想北北基合并，但是呢，你想北北基合并的情况之下，基隆怎么茁壮起来，让它不是被并吞，而是合并掉，大家合并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应该要多琢磨。另外呢，就像刚才如同我们秦员刚提，停车场代金啊，或者是道路加封后我们收的费用怎么使用？因为我看到经常我们在编停车场的费用，而且针对停车场部分，市长，你写的太大了吧？你
增加了1000多个停车位，请问你六合停车场是现在设的吗？请问你福泉停车场是现在设的吗？只有设了一个信义区公所隔壁54个车位，不需要夸大，应该是告诉我们你能怎么做，方向在哪里。这个报告书不是说歌功颂德，我做了些什么，是我怎么走，我该怎么走，我能怎么走，我会怎么走，这样子基隆才有方向，基隆才有将来。否则每次讲说我做了些什么，而没有看到我们可以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呢，市长上任才1年多，我们还可以期盼，还可以期盼。但是呢，我希望啊，市长抱着我好好做，做一任，大家肯定你一定可以做第二任，对不对？所以呢，本席呢特别对市政府这个施政报告提出这个建议，谢谢。好，我们现在请陈东才陈议员。谢谢议长。我想问林市长，这个市政总报告非常的务实啊，不夸张啊。那么我这边建议我们市长啊，你这边有一个说要推动我们这个火车站周边的城际转运站的工程，我们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加快脚步啊，各单位应该把它赶快协调好，规划设计要做好，能不能在你的议定当中里面去做发包，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城际转运站做了之后，当然基隆市的这个门面就出来了，因为你给人起的市民，你嘛还不知道有啥啥，不知道咱市长到底你的方向是多一样。但是你写这个城际转运站，这是基隆市的市民的期待，期待很久了，哦，包括这个火车站周边的这种都更案，我们在议会都讲啊，50年来给人上好的机会啊，结果我嘛失望啊，过去咱个建议拢歹做啊。现在城际转运站市长也在推啊，这是基隆市的市民一大福音啊，对吧？所以我希望这个城际转运站要加快脚步，不要延宕，这第一点。第二点，有关这个仁爱跟新国小这个工程也是一样，这个工程跟这个城际转运站也是差不多的这种情形，希望也不要延宕，希望人民在的这个规划设计里面能够预定什么时候发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这两个工程啊。那一点就是有关这个污水下水道这个系统接管进度啊，现在排名第一，这一定要第一的啦，无第一免来赛，是不是呢？过去李金龙当市长的时候，我们这个14届进来的议会的议员大概都清楚，基隆市议会是在反对基隆做污水处理厂呢，上个发包哎，李金龙呢，凌晨3点去开工哎，哪一个工程是凌晨3点去开工的？我请问一下市政府，是不是呢？大家记得是不是呢？这个东西我都全国第一名，我不是说李金龙功劳真大，这个也是前任的市长林水木市长的时候就规划，只不过李俊龙市长是把它执行而已，因为他当初的是省政府局啊，给基隆市政府80亿啊，别得有人要收回来呢，10年内底要发包出来呢，无发包呢，别十年到九十年中间要发包出去，李俊龙要卸任那一年，89年的时候发包出去，要干掉李俊龙。我们现在延续没有错，政府的工程本来就要延续啊，这好的政策就是要推啊。现在我们新运区几乎每个大社区都在接，最近要接哪里？基隆民中，哦，还大银行，对吧？这几天在接市立体育场、体育馆、游泳池，这个都是污水排水量很严重的一个公家机关，我们市政府去把它接了，包括我们新运区的卫政八方第一特奖。一品特区
四季村，这都是大社区，这个接好了。东光路附近全部都接好，环保局都接好了。所以市政府的一个德政，市民应该要好好去配合。你哪不相信？你上网查看看。桃园市哦，到现在连污水处理厂都还没有做，通气啊，对吧？你嘛郑文灿市长他没修啊，经营能力会起定，弄个蛋的什么弄不，连污水处理厂都没有做了，要怎么接管？污水处理厂一定该做好嘛，你再说他接管。还有一个第二人老人这个照顾中心呢、啊，我建议我们市长大德国中啊。有的所在已经会校，现在几个慈惠班的学生住在那里，是中正高中的分校的学生，啊，中山高中哎的学生，剩下十几个，教育处应该跟这个社会处赶快做协调，我们可以委外嘛，有不？委外嘛，我搞相信哦，足济人要，有人讲哎遐管，我跟你讲，你去看一下恒安。河南也是李金龙当市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议会跟他讲，他去盖的、啊。现在河南被几片河南起来，要排队呢，排队才能进去呢。也排还好呢，不是讲简单呢。河南的，你去问一下，养护中心啊，就是这样，很简单。希望我们市政府赶快做这种大德国中，把它坑黑压赢。中央厨房那么大，学校校地那么大，操场那么大。停车空间都够，校园又很漂亮，对吧？那给人去的制高点，哇，足水的啊！给人去同样，我相信，几位人去遐大哦，心情拢好啦，哦。希望我们市政府赶快去朝这个方向去做了哈、哦。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这个工商这个策进会这个恢复运作，我们希望市长要求工商策进会。把基隆市所有的工业用地，私人的也好，公家的也好，全部把它盘点清楚，上网公告，然后让要有投资的意愿的人可以去选地嘛，对不？人在清楚嘛，对不？一目了然。然后呢，我也是建议说，西澳西山这个码头啊，今嘛买坑内营啊，我们希望市政府跟港务局协调。请他赶快委外嘛，招标出去嘛。你看人咧，日本也好，每一个国家旧的仓库，全嘛在做下笔墨啊。啊，基隆市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市政府应该要加快脚步，跟港务公司做协调。哦，这个希望市政府能够好好加速脚步，把基隆市一些重大建设赶快做推动，赶快做发包的动作。谢谢。好，谢谢我们陈荣才成员。我想哈、啊，因为后面还有几位议员，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了。好，谢谢。
好，我们现在由郑林清良议员发言。啊，谢谢议长。我想我们，我想我对于这个市长市政总咨询里面哦，有一条就是我们非封闭型社区道路开放申请维修，我想这一点啊，这个是市长的一个政见之一，也是假如说真正能够维修到封闭型社区里面的这个道路的话，我想也是德政之一。那这里我想感谢市府团队能够对这个非封闭型的社区的道路的一个维修能够开放，但是报纸登出来之后，我就提出两项的申请啊。那这两项的申请今天早上啊就已经去会，大概去会看了。但是看了我们台北大国，我看第一个是台北大国，我想台北大国是900多户，今天我们的计划书里面就有一条让这个封闭型维修的道路的个计划，我想真的是挚爱难行。那在这里我想没关系，因为这是第一次，那么也是第一个案子啊，我也希望说我们市府跟市长能够去修正一下这个变通的方式，让这条道，让所有的申请的人哦，申请封闭型这个社区的人能够依你的德政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在这边我想其中一项哦，这个第三项的第三条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全部土地所有权人的同意书，全部土地所有权人同意书，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这边我们希望说你们去修正一下如何来完成这个，既然这个是好意也是德政，那不要碰到这个瓶颈的时候变成这个好意就变成到底是可到底是要走我们走，到底要帮我们要不要帮我们做，900多户全部同意书用出来的话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在这边建议希望能够修正啊，修正成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在开住户大会的时候1/4出席，然后2/3同意的话，或者1/2同意的话，我想开住户大会重大的案件重大的议案也是大概他们只要重大的议案也是在这个住户大会里面能够可以的话就可以了。所以我想这个既然是道路，大家我相信是大家都想说这个政府要来做，我们大家都乐观其成，也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今天假如说必须要全部都得到这个土地同意书的话，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有的到大陆啦、定居啊、美国定居啊，那这个还要写信打电话去叫他们回来写个同意书，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德政要好好的实施，不要破坏这个市长你的美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啊。那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在住户大会的时候1/4的出席，然后2/3的同意，绝大多数的同意我想就可以了，哦，因为他们去那个的话都是会签名嘛，那这几乎是都是同意的，绝对是不可能不同意的。所以这一点我只提出这一点的一个建议案，我们希望市长你的美意大家都看得到，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去执行，能够完成他们的一个这个心愿。在这边许多的社区，真的很多的社区，各区都有，几乎每一次我们提出来的时候都是因为是封闭型社区，我们没办法进去。那现在既然这个德政已经有开放的话，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也希望这个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修正一下，或者是你们再去想办法看怎样的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这个工作任务，好不好？谢谢，就这一点，谢谢。好，我们谢谢郑林清良议员宝贵的意见，我想这是我们7个区的议员所遭遇的困难哈，就是说因为我们都有封闭型社区。现在时间到，我们下午再继续。